大家好，我是哥哥，跟大家说变得很简单。今天秦良哥要来教大家做这一道大家最爱的料理，就是虾子料理。一，外表金黄酥脆，一口咬下虾子的鲜嫩弹牙口感，起司爆浆的迷人滋味，一吃保证让你完全爱上。不要多说，赶紧来跟我做这一道爆浆起司虾球，还有选择虾子料理，你可能想不到。这边看不见，预告当中有看起来那粉到价格，所以记得大家点加关注，明天再上班当中立即。虾子拍成泥，并剁细碎。加入盐巴、白胡椒、蛋白，均匀搅拌。再加入太白粉拌匀，摔打。剩下的蛋黄与两颗蛋一起打匀。手沾一点水，将起司包进虾泥。均匀裹上面粉、蛋液、面包粉。下油锅，小火半煎炸至金黄，即可起锅。慢炸时需不时的翻面。